我吃到鼻涕了。萧敬腾音乐剧巡演泪崩，鼻涕一口吞到嘴里。歌王萧敬腾近期换跑道，开启音乐剧巡演。他饰演胭脂扣张国荣的经典角色十二少，而日前他在杭州巡演谢幕，不小心感性过头。对不起，我鼻涕，我吃到鼻涕了。对不起，这个逢死的好不好？谢谢，对不起。你也需要耳浆。鼻涕就擦一下。这其实是老萧上个月底杭州巡演的画面，据悉是感冒还没痊愈，接着演出鼻涕看戏才会如此大条。萧敬腾本人日前在微博大方分享高清版鼻涕拉丝影片。